用这两把竹筒劈一把锅刷，先把它炖开。把它开片，把它开成这均匀的片之后，然后开撕。然后把它开片，把它兜里那个毛刺把它清理掉。把这个撕开好了，再把这个竹青全部挑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竹青啊全部包在外面。把它分成两半，把这个尖从中间打下去，把中间壁破开，再打一个反针。把这个头倒出来，在这个位置打个眼穿挂绳，穿进去。这锅烧都完成了，现在可以洗锅了。